大家好，我是山口大，今天来到永安渔港的南岸来钓沙梭。那这边沙滩还可以，就来试试看，看看今天的手气如何呢？好，那么就开始做钓吧 ，Go！ 首先，我们先来煮杆子，这只是12尺的杆子。那母线是使用尼龙三号，那今天使用1.55两的铅，使用的钓组是红秋田湖7连钩，钩子的大小是6号钩。那今天是使用红虫来做钓，这是事先腌制好的红虫。来，抛出第一杆，一条呆狐啊，体型没很大，好了，咬了咬了。来起竿，一条哦，体型不错哦。
一条。静静抛架啊，有在啄，有在啄，静静的啊。脚下就有了啦。起竿两条，静静的就好了啊。给大家看一下这四周的环境，前面就是永安渔港南堤，一条，一条小咪咪呢，我们也小条，小奶
海梭，海梭放生，过小桥，到达这边钓点，右边就有停车格可以停车，非常方便。那走下去就是沙滩可以钓钓了，供大家参考喽。那钓着钓着，这边有零星的沙梭，还不错玩。那供大家参考。好，今天的钓鱼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谢谢收看，拜拜。